上了一个房管了，接下来还有一位。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谢徐大胖送出的情书，这是 W， 等他一兵，不要主动出击。无处可藏。还有一个 A 兵的距离，变形走起。咱们这个是可以转一下平 A 的啊，转一下平 A 和电刑 ，Q A W， 闪现，拜拜，死，没死吗？看他回不回，他不回。莉莉亚打野，我从不妥协。哦，谢双哥再次送出的一个时空幻金，感谢我双哥再次送出的时空幻金。欧一下，扔 W， 空中血击，一级蓝二级伤害，慢慢来。真是可怜。感谢我双哥再次出的一个时空幻金，这么狠吗？谢我双哥送出的四个时空幻金，谢我双哥送出的上上签，把老板大气走一波，兄弟们，又出。感谢我双哥再次送出一个时空幻金，这出奖率这么高吗？活不长了。感谢双哥再次送啊！谢我双哥再次送出的一个时空幻金。主播，这不是重复谢的，这谢一次就是有一个。游走于刀尖之上。Crazy！ 谢无言送出的十个情书。爆率真的高，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AW 够一下，无处可藏。小电视还有二十秒，就马上开奖了。谢双哥再次送出的一个时空幻金。借一个假账号送的情书，这样 Tiana 没闪，先让队友来一下。莉莉亚下啊，视野不知道在哪，很大概率在下路，先让下路先走一下。恭喜双哥中的上电视，恭喜恭喜，实至名归，说实话。我都说了再下的，你走吗？我马上来，拖一下，拖一下，拖一下，兄弟，他们全都得死的。W 八两个近战 AQA 死。指挥一下。哦，一刀不漏，完美。这里我有一个爆破。小炮已经去吃中了，所以我们拿这个爆破再吃一层肚子。这里要思路要清晰。OK， 两波兵，阿辉帮我打，差不多走就行。就让队友去帮吧，我现在得赶紧回线了。再来个上电视吗？感觉有大的。OK， 你要战我便战，双哥。给大伙再开一次上电视，兄弟们，同款打福利，左下宠粉模式啊，左下上电视，十分钟之内大伙可以参与一下。活不长了。
提拉拉六级，不过没事，我们这里要防一下 F6 这个位置，扔 W， 去背一下，大刀 A 一下，点燃挂上 ，W 挂上，哼哼，幽默，我靠，这啥呀？这是。这把刀是我的最爱。切亚娜，深呼吸，切亚娜，压力别这么大。他压力好像有点大，这个切亚娜。阿闪，他这个是阿闪要把我推到那个墙上，你们知道这个位置，然后推反了。感谢双哥再次送出的10个上上签，谢双哥送出的时空幻金。然后兄弟们，左下虎牙福袋，兄弟们还有3分钟，10分钟小电视，还有3分钟，3分钟之内发一条免费弹幕就可以领取10份红包，拿着红包给主播卡牌子也可以。无处可藏。谢风尘龙身剑师，亚娜现在没大没闪，他大招会比我久一点，所以我们大招好的一瞬间直接上，我领先他一个大一个闪，刮点伤害，留点伏笔就可以，准备要跟他拼命了。就 A 皮亚马特正兵，这里他应该想要回家，但是我们只要往前一走，这个位置我快速推线，他会取消回城，相信我。来呀，寡妇！你怎么不舍得那个野呢？被杀了，看到没有？就如果主播的时间计算失误失败，那他这一波是不是大刀推我了呢？兄弟们，俗话说得好，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百胜。一个信息记全了，甚至一个人都能越他。这波说实话不应该我一个人越的，是这个谁他得帮我越他。这个寡妇，但寡妇他擂足矣，我问题不大。啊，这一波我们就没大了。我现在没大，齐亚娜找到我。我虽然现在2个人头，单杀了他一次，我还是要死的。所以我们这波可以少吃兵多吃经验，了解两个英雄，咱就可以做到处理的得当。谢我双哥再次送出的上上签，谢双哥送出的很多个上上签，把老板大气走一波。谢风尘送出的仙人掌 W 挂上，现在他有大的，没事，我等一个大，等个大，我还是领先一个闪的，就 W。这个大刀好了，我多一个闪，他只有大而已。必杀倒计时，就 W。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。干嘛嘞？有事儿啊，真对上了，没用，当他面把他杀了。点燃就不用了。W 闪 QRA， 这一波抓住的是机器人给他的一些勇气，他旁边有个机器人，对吧？我二打一，我怕你什么？所以他不会走。告诉主播这一波谁是大功臣啊？谁把齐亚娜杀了？是我杀的吗？表面上是我啊，那实际上定有他人。往前一个 QA 皮亚马特，走。大腿挂上 QA 拉个端，你变成我干嘛？
机器人，对，机器人把这个齐安娜杀了。兄弟们，左下小电视还有四分钟，兄弟们马上开奖了，到想参与的可以参与一下。就我们现在打的号就是大师宗师的，跟我们同款打福利，拿你的号是吧？主播来操作，打得好的我们还可以上集锦的。想要体验一下的兄弟们可以参与一下，都有机会。别！下路可能很多人呢，不管他了。他们活不长了。提醒到位就行，他走不走，不管。等小兵死的差不多，马上升级。主要我现在需要升级，没蓝量刚才 AW 走个阶段 AQA 亵渎，他没闪的，还有一个扫描，确定他位置，露头就秒，露头就 Q 拜拜。又是一句阴沟的事，这一刀。感谢双哥再次送出上上签，谢谢温柔城送出情书。这里好像发现他们地图上出现很多人，这兵线能吃吧？这边要上票了呀，感觉。这个吧 ，CD 鞋，有说法的。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他们好像都挂机了，投降倒计时了感觉。无处可藏。Hello。给小炮一个助攻，给助攻的话就不要交大了，交大他会直接死的。感谢双哥再次送出的一个时空幻境，谢双哥送出的一个时空幻境。这上上签能抽出什么礼物啊？时空幻境，我谢一晚上了。速战速决吧！谢我双哥再次送出的十个上上签。先拉开，等这个小兵 A 的差不多了 ，A 大刀隐身，近战 AQA， 拜拜。奶色，拿下这一把我们的男刀。